学三年级的时候，他帮我画的这个画，现在的行情是4000多块美金以上。哎，这个读体育系的时候，我也知道有这个，哎，你有这个朋友，啊、哦，尤其伟，尤其伟是的、哦，那个是郑明，郑明哦，郑明，哦，另外一个，这个是他画家，你要把这个，哇、哦，这个是你吗？啊、读体育系的时候，啊、几年级？大三了。大三了啊、哦！你看，把这照一下。啊、哦，哎，刘其伟，很有名的，挺有名的，香港吧？不是。啊不是香港，台湾的。台湾的。哎，刚才讲那个是香港。香港是郑明啊。郑明啊，对啊。郑明在香港中文大学也教，教画，后来退休了。哦，啊，这个没有名称吗？没有，就是素描。素描。哎，要弄个名称嘛，这个叫叫什么？年轻，年少。就这张啊。一张啊，一张就。一张啊。哦，几百万。要不要卖？OK， 谢谢。好，谢谢。